木棍没了。没有，是不是只能跟那个啊 NPC 买啦、啊？好，我再试。放床头柜好了，放这里。二三，好，有点数啦。你说，你看过腾腾打兔子？我也打过兔子啊，我昨天还被他打一巴掌哎、欸。要十字稿，哦，这不是十字稿吗？咦，备，装备，哦哦哦，有了，哦。还被兔子赏耳光呢。欸，那个 YouTube 那位啊，你注意一点哦，你可能会被我 ban 掉哦。欸，我来清这个了，要技术，我还不能清他。挖矿，可以挖吗？那什么，蝙蝠吗？不、嗯，啊，啊，等下我没体力耶。OK， 哎，怎么遥望了我就不见了啊？我直接 ban 掉了啦，不用看我面子，直接 ban， 直接 ban， 直接 ban， 这种就直接 ban 了，不用看我面子，把你平时的愤怒发泄在他身上吧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的 mod 其实人比我还好。欸，他们就只是因为是我的 mod 不敢乱来，懂吗？如果他们的 EQ 真的都比我好很多，很想挑战他们的话，那你就直接拜拜吧。也拜拜咯，来挖多少？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我可以说吗？就是说你啊，你可以说吗？那边打兔子，打兔子，打兔子，欠骂，好凶。我看要什么？可以拿了吗？我要烤萝卜。还不行。我觉得你去绿岛是不错，可是你没参加到我们的聚会也很可惜，因为这一次好很嗨哦。
有一次兔窝的聚会很棒哦，来吃几家。来，尤里，太平间桌子。广告咯，叫不然就是我自己来编咯。EQ 是什么吗 ？EQ 就是技能啊 ，EQ 20有没有听过？你有听到声音吗？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好吧。再问兔子。哎，欢乐颂，欢乐颂，你终于来了，欢乐颂，冲啊！有欢乐颂啦！就是欢乐颂。呜呼！等你好久啊！哎，这次是一个，这是好人，我们要带什么走嘞？哎，其实我不知道，哎，我不知道要带什么走，脂肪吗？脂肪，嗯，还有什么？够快。哎、欸，好了，他剩好人的了，就带走尸体吧。找一个干净的墓给他。哎呦，木。然后嘞，这个给你，你是好人，我会好好安葬你。呜，加两分，干啦！呀，房，房能干嘛？准备区，备区是啥？把它存起来。萝卜好像好了，拿萝卜了，好喽。你不要打技术了啦，我技术已经点到不能再点了啦，没有东西可以学了，就还有一个吧，还有一个，哦，这两个，这啥、啊？打的题，玻璃，哦，
啊，绿色又确认。哥，可以了吗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身上好满哦，豆腐可以。这该不是堆肥常用的吧？好，要吃肉，泥炭完成。做个堆肥厂呗，哎呦，然后那一天聚会啊，就确定了有三个人还是四个人，是失散多年的兄弟。他应该没 po 照片啊，因为那个只有在那个就是我们出去吃饭的群友而已。因为有些人没露脸啊，所以应该就没有乱 po 照片了。交换。不要一直在跟他买种子吗？你这样随便砍人家的东西哦，好屌！买肥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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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肥料。没钱了，不能买了。买东西哦。吧吧吧。买东西哦。交换。Home.